要弄安尼，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感觉不一样。美食佳肴，有的人喜欢吃排骨，我爱人爱吃排骨，我爱人爱吃三三，我爱人爱吃空吧，我就爱吃空吧。哦，嘿，对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像啊，哦，真的吗？啊，就不是吃空吧，不是代表会大好，是胆固醇相关。哦，对，嘿，对，啊，但是下台人的口味，啊，阮这个呢，多好 Q 的点东西，是咪麻糍，只甜你口，不黏你手。对啊，嘿，这多多好，身材还蛮高挑的吼。哎、欸，阿叔呢？看起来不同款的哦，我那整个食太水，有擦口红吗？我要证明是水的，要口罩要拔落来是。今麦三秒钟，你敢会使先卖落去啊？不行吧？哎、欸，我大哥想要看，紧你手机啊，拿来，想要看水高领啦。要私底下。我今日来拢是看身材，看体格。哦。哎、欸，对。看我每个。啊，无你看汗臭的，我那今日来嘛无汗臭的迄种的嘿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慢慢的欣赏了啊、哦。啊，讲我回头鉴定甲买了啊。好，我呐现场好评三讲一下，恁今日演讲这节目呢非常精彩，非常的热闹啊。继续安排下一首歌曲。个红豆汤这首歌啊，到绿豆，我是较爱食薏仁，薏仁比较会消水肿。对啊，就是没有水肿的。可是红豆汤比较补血。嘿，对女生比较好哦。